小磊把货运进来了，肯定应该享清楚。要么出去，要么……小磊把货运进来了，是你帮忙运的，辛苦费收吗？威胁吗？还是收买我？刘队，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穿上警服就是警察。 你首先是我人，你别忘了，谁把你养大的，谁供你上的大学？别跟我说什么大道理，我总觉得一个人连亲情都讲不明白，还讲什么道德、法律？想想阿坤。 什么叫兄弟？什么是人？更何况，他是你的外甥，他的妈妈是你的姐姐。